多的变化，对不对？有老也有生也有死，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呢，实在是变化无穷。所以我们今天下一个节目就带来魔术，我们从魔术中是刻想中变化中可以历经考验，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魔术师来了，阿贵和美佐小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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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看这小小的魔术里面暗藏玄机哦。我们欢迎两位。有请魔术师。哇，大家好，我叫健哥啦。哎，今天天气特好的哦。哇，你好厉害，热带阳光来的。对呀对呀，大家天气不错。有点凉，是不是？有点凉，那这样好了，好像闲着没事了。来，我今天呢，我教你一道新的，好不好？帮我上起来好啊，先帮我上起来好啊，好来，这是太擦汗的，有点热哈，拿来擦汗啊。等一下啦，把这个放进去，放进去之后就不见了啊。这一招你要好好消一消，人在我旁边那么久了哈，我看你好像还没办法带出场。哪一天我退休了，你怎么办呢？近的90度嘛，
哇，小叔叔了，小叔叔了，谢谢谢谢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哦。再一次，这是贵宾呢。等一下，哎，红花大姐听说要带花博表演来，是不是？她说是啊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好好看你表演，好不好？看，来看你的，带来的那个花姐妹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。好，最后来下台，来下台一个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呢开始了哈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大家好，朋友们，开始哦，静静的看，认真的看。哇，扇子花一朵，再第二朵，再来有没有？哇，再来第三朵，再来再来啊！每人头发一朵，再一朵，两朵，然后雕花，哇，一朵啊，请哦，最重要补一朵，再来哦，两朵，哇，颈部也要一朵，哇，好不好？我不过瘾，不过瘾，不过瘾的，还一点点呢。你看有气花大姐，要不要生气了？啊，太少了，不过瘾，看得不过瘾了，能看得过瘾吗？不过瘾，不过瘾啦！不过瘾简单嘛，自己种嘛，对不对？看要什么花，喜欢看玉兰花就种玉兰花，喜欢看玫瑰花就种玫瑰花嘛，那简单了，对不对？种就好了嘛。等你种好了，人家花博都结束了耶。哎呀，我有一个快速种花的方法。哦，那我要学了，我要学了。真的要好好想一想，真的跟我那么讲哈，我都真的没看过你变出什么蟑螂老鼠出来。啊，只要这样就好啊。都没有，哎，只要这样就好。要好好学一学，来，来大家看哈，把种子放进去，种子放下去了，然后盖着土，盖着土。盖下去了，然后浇水，哎，浇完之后就会长了吗？哎，当然要施点魔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施魔法前要怎样？要拿我的魔法棒出来了。来，我要拿我的魔法棒出来了。来，拿我的魔法棒出来。哎，来，怎样？不对不对哦，人家魔法棒是这么长这么长，你怎么这么短啊？孙悟空哪筋骨大了啊？哪这样还行？哎，我看你是谁呀？我看你今天都在找我茬，你是谁呀？啊？你不要误会，你不要误会啊！我是你的粉丝耶！我知道，我知道的。哎，我也是你的跟屁虫，你忘记了吗？这个跟屁虫太大一只。啊？既然冲着他是我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开心，那我就好嘛，要尝就先尝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然后他就变成了铁章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法力太强了，这个在那一绕的话，可能不是普通的花，可能是一棵大树出来。等一下吗？哎，等一下长花可能会抢出去。我在我的舞台上种棵树呢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哎，然后海堤边已经不多了哈，所以不用那么长啊。我们画枝稍微短一点的哈，来，我放一下哈，来稍微短一点的，这个就够了。你刚刚那个有多了啦，多一点华丽啦，不错了哈。哎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快速种花，我还有多快？大家眼睛睁大一点啊，不然等一下你们一闪。一闪神哦，都不知道是怎么变出来的哈。来，嗨，摩西摩西，阿里布达伊，靠！哇！哇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就好了嘛，干嘛今天还得挤人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谢谢馆长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兔年行大运。
常之喜欢的伙伴做的魔术表演，哇，不用去看花博，在这边看也是非常的棒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看完魔术呢，说实在，哇，快乐的时光总是很快过去，转眼之间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。希望在今天一个小时的当中，让大家表演这段节目当中呢，大家非常的可圈可点。在节目最后呢，我们呢带来这首《珍重再见》，希望带给每一个人呢，能够听到这首歌，能够回想我们快乐爱心义工队的演出。希望我们下一次有缘再相会。我们欢迎《珍重再见》所有全体职工一起来比。虽然再来相聚也有分开，虽然常常思念如此不远，我会默默祈祷迟迟的等待，你是否明白？虽然短短相聚又要分开，虽然常常思念如此无奈，我会默默祈祷迟迟的等待，你是否明白？珍重再见，别伤怀。既然往日成常在，当时相爱纯纯的爱，永远不会走开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之间呢，就要跟大家再见了。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带给大家欢乐和喜悦，希望我们期待下次有人再见面，谢谢。好啊，那很辛苦了。
辛苦了，来，所有前几都要前面来。今天所有来参加的事工，包括那个音控，什么都到台前来一下，谢谢。所有人到这边来，嘿，有参加的义工团体人员都到这边来上来，拍摄的也都要上来，嘿，欢迎，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？快乐爱心工队的所有全体人员呢，在这边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能够有新的气象，祝福大家能够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我们期待有缘再相见，谢谢，谢谢。各位贵宾，你们先请台上。来，我们也请我们的那个我们主任来帮我们讲一句话好不好，谢谢。待会要一起合照哦。今天表演有没有很精彩啊？好，这是我们两个看到有多精彩，各位用心我们都看到，我们病人都感受到哦。我们病人难得有这么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，大家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，谢谢，真的是非常谢谢哈。那我们有一些感谢照，要感谢哈各位今天对我们尽心的表演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主任呢，颁发感谢状。第一个是快乐爱心义工队，我们请我们的吴队长。谢谢谢谢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谢谢。谢谢。另外，我们颁发的是秀春舞蹈社，由我们的那个代表来，徐小姐代表秀春舞蹈社颁发，谢谢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也请我们的社工，需要讲几句话吗？社工还是王部里长的在这边吗？我好，来，我们也讲几句话来。非常感谢我们快乐爱心工队的表演，他为我们大家呢，尤其是北投医院这边呢，带来非常多的快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他们今天呢，完全是奉献他们的爱心。而且带来都是大师级的表演，我们大家给他再一次的掌声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大家非常的感谢，尤其是在这种快要过年的时候啊，给大家带来新年快乐的祝福。那现在请社区精神科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先上台照一个合照。好，我们现在拍团体大合照，谢谢大家。先请社区精神科的那个家属跟学员，我们等一下哈，我们先照一张。来，我们全体大家一起合照，我们快乐爱心工队也可以一起来。来，有穿服装的在前面，红色的服装站在前面。好，来，红色服装往前站。显示快乐爱心共，过年新气象，来，外面的张，请进来照相。张明珍小姐，秀如社工，请赶快过来照相。小跑步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！来，大家下一个毕业哦。长虹、竹溪，来，谢谢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大家的欢迎，请愿意跟我们一起合照的学员跟家属一起到台上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也一起来照相，我们一步一下，一起上台照个相，留恋一下，我们回去再送给大家。